员标题，他是国防部长。十年后，他的警卫员也当了国防部长。1978年3月，徐向前元帅出任国防部长。十年之后，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出任国防部长。有趣的是，秦基伟当年居然是徐向前身边的一名警卫，警卫和首长皆为国防部长，恐怕在全世界都少有。这对国防部长又如何成为首长和警卫的呢？这得从秦基伟参军说起。秦基伟出生于大别山下，8岁丧父，10岁丧兄，从小做苦工。1929年8月，他和同村7名小伙伴参加红军，投入的部队为红11军第31师。红31师的师长就是徐向前。秦基伟时年才14岁，他本来在团机枪连当战士，与徐向前连面都见不着，但是第2年他就被选调进入军部手枪营。何为手枪营？就是警卫营。军部警卫营就是保护军部机关和首长。就这样，秦基伟成了包括副军长、后卫军长徐向前众警卫中的一员。由此，他认识徐向前，但是徐向前不认识他。他们的相识很有戏剧性。1931年夏，一天，秦基伟正在操场带兵搞训练，突然，上面来了两个挎着盒子枪的人。同连长没打一声招呼，就直接走到秦基伟前面，问道：“谁是二排长？跟我们走。”秦基伟就是二排长。这时张国焘大搞肃反，到处抓人，连里一个排长早几日就被抓走了。秦基伟吓了一跳，坏了，保卫局来抓我了。心想没做什么亏心事，走就走吧。于是跟着他们去了军部。他带着上刑场的心情来到了军部，才知是军长徐向前召见。徐向前问问他老家是哪的，家里有几个人，多大年纪，当了几年兵。秦基伟如实做了回答。他笑着说：“好了，你回去吧，到2连当连长吧。”哇塞，秦基伟一听就懵了。徐向前又拍拍他的肩膀说：“快去收拾收拾吧。”秦基伟这才缓过神，天哪，不是抓人，是升官啊。原来徐向前昨日观看了秦基伟的操练，觉得他很不错，看上了他。就这样，秦基伟当上了连长，这算是他与徐向前的第一次直接交往。几个月后，红4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为总指挥，秦基伟的手枪营转为4方面军总部手枪营，继续负责保卫首长和总部。在手枪营，秦基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因为是总部的警卫营，手枪营的人员个个很强，装备也很牛，每个人一长一短两支枪，还外加一把马刀。他们既是警卫战士，也是徐向前在关键时刻派上战场的王牌杀手。秦基伟的秦大刀就是在这个时候练成的。作为徐向前的警卫，秦基伟见识过徐向前的战风。在随后的一次战役中，红4方面军与国民党军发生大战，激战中红11师顶不住了。徐向前带着手枪营赶过来增援，眼看战况危急，徐向前抽出了马刀，大声喊着：“杀啊！”冲在了最前面。手枪营的战士全部操着马刀，随他向敌人发起了冲击。当秦基伟从徐向前身边冲过去时，忽然看见他身子一震，向右侧晃了一下，右胳膊上顿时血涌如注。他马上跑过去想救援，徐向前看见他，左手向扇下一指，高声喊道：“坚决把敌人压下去！”秦基伟终于顾不得徐向前，立即率部冲向敌人。由于亲眼目睹了总指挥负伤，那还了得呀，他的眼睛立马红了，哇哇吼叫。他一大叫，手下的战士们情绪像火星沾油，哗一下烧起来了，像决了堤的洪水，呐喊着向敌人压过去，终于把敌人打溃了。2年后，红4方面军成立总部警卫团，秦基伟担任团长，
此时秦基伟参军才四年，遗憾的是秦基伟在警卫团干了一年就奉命去了战斗部队夜老虎团当团长。尽管后来他再次被调回方面军总部，但单位是攻击部，与徐向前虽然能见面，但是直接接触少了。抗战开始后，他被129师政治部主任张浩派往山西打游击，就此完全离开了徐向前。此后两人虽然都在军中，但是并无交集。1988年秦基伟担任国防部长时，老首长徐向前已于一年前辞去一切军职，过上了全退休生活。可以说他的任职与老首长毫无关系，谈不上什么举荐。如此首长和警卫员都相继成为共和国的两任国防部长，概率很低，也很难得和罕见。对此我们只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此话不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